看一下咱们家的这款迷你型不锈钢大功率台锯哈，这款台锯咱们选用的是不锈钢的面板，3毫米厚的，机体为不锈钢啊，厚度为2毫米，采用的是无极调速，速度可任意调节啊，咱们想要多快的速度就多快速度啊，可随意调节。挡板为亚克力的，靠山为铝合金的啊，咱们尾部伸出一节，咱们可安放这个砂纸吸盘、抛光轮啊，都是可以的啊，也可以安放一个锯片，再安放一个锯片也是完全没问题的啊。下面咱们开机看一下啊，动静很小啊，动力很大。这边咱们安上了砂纸吸盘，可用于打磨啊，打磨任何东西啊，铜、铁、铝、塑料、木头都可以啊。咱们看一下啊，打磨一下木头，看一下啊。都是可以的啊。好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左下角黄色购物车直接去购买就可以啊。